大家好，我是 YT， 今天呢是我这第一次登录抖音平台，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呢能够跟大家再次认识一下。FF 成立9年了，9年的坚持坚守，9年的不屈啊，终于快等到了我们的交付时刻，但是要非常抱歉给我们的所有用户和这个我们的支持者说，我们确实迟到了。不过呢，颠覆之路没有捷径。其实这几年 FF 每天都在长大， FF91 也每天都在长大。现在大家看到这台车呢，其实已经不是大家心目当中原有的那台 FF91 了，它是 FF91 2.0。 这几年进行了大量的升级迭代，甚至和这个换代啊，可能在明天的发布会上大家就能够看到它的很多的这种领先性。这台车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大，它是一个庞然巨物。但是呢，特别想告诉大家一点是 FF91 2.0 啊，大象却能跳出最极致的舞蹈，它拥有非常强的性能，同时呢也有非常的安全，车重将近3吨，最大的这个车内的空间和轴距比例。还有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是 FF91 百公里提速2.27秒，比很多法拉利都要快很多。但是呢，它更强大的其实是加速重量比，在同级别车当中遥遥领先，甚至比法拉利的加速重量比要高出去快2倍。大家可以简单感受一下这种极致的这种速度啊。另外呢，我们在明天就要正式Final Launch FF91 2.0 了，大家可以详细的看看 FF 这几年到底做了哪些的产品变革、产品创新、技术变革、技术创新。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努力，真正能给我们用户交付出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智能电车的超级塔吊产品，真正的一个极致科技顶奢的全新的物种。第二天就正式开启了第一阶段的专家共创交付，然后6月6号呢也会有第一批用户的共创和主题活动。最后在这个抖音平台上也希望大家能够来看明天的 Final Launch 的直播，美国时间是5月30号下午6点，北京时间5月31号的早上9点，希望能够和大家尽快相见。